为惠子前阵子不是很红，嗯，然后我们班就是都会去下载他的一些就是网络上一些影集影片来看，嗯，然后就会模仿，结果他们觉得我模仿比较像，嗯，然后他们就很热情，一直拿他很多东西，然后叫我模仿。哦，所以所有东西都可以拿来当成他的 baby 是吗？对，那反差借一下，真的假的？精辟解说代表情，倪安东对这个有研究。你觉得欧美的女优跟日本的女优有什么不一样？比较开放一点点。耶耶，好爽。日本会比较，就有点难过，没错。有点难过。大学生了没？哇，反差借一下，真的假的 ？Baby， 反差 Baby， 来，一贝贝开始。啊！我说一起 ，Baby， 这是我的 Baby。他为什么黑黑的？黑黑的。跟我的粉红色配刚刚好。妈呀！哎，这个什么都可以当 baby。不要。好丑的。啊！这是我的 baby。baby 好臭哦。好臭 baby。没有说 baby。有一种味道。好臭 baby。太牺牲了。对啊，反差真的爆红。大家认为有什么样的反差容易爆红？俏皮。我觉得要跟那种本人形象差很多的，就比如说现在梁武帝突然跳下去跳街舞，或是阿达下去就直接开始扭腰，开始跳起肚皮舞那种，就是反差性要很大，就会比较容易引起大家注意。反差性也很大。我们请问一下，那个刚刚倪安东有看到他表演吗？有。觉得怎么样？非常厉害。真的哦，来你去勾引一下，用慧慈勾引倪安东。爱上他，对，快点，他是现在不爱黄世贤了。对，你现在最爱倪安东。预备开始。啊！谁呀？我爱 baby 了，我爱你，黄世贤，你输了。年终比较帅 ，OK，OK， 你要爱我 ，OK，OK， 年终快疯了，我觉得。有，你把你的 baby 捡起来，快点。好，所以今天这一咖，那老师说你现在回来一下好不好？退假。好，你自己看到倪安东的感觉是什么？你有没有注意过他？有。觉得怎么样？有。就很帅啊，然后唱歌超好听的。真的、哦。对。刚刚在后台跟他独处的时候，有没有心脏蹦蹦跳？哦。哇！那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可以坐他旁边呐。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有第三位是特色型的爆红人物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花太郎。曾经是一个相扑选手，对啊，请问一下，你是在菲律宾念高中？嗯，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初就是国中机测没有考好，然后就想说去那边学英文。结果呢？菲律宾英文就是学相扑。菲律宾英文其实他们有一种腔调，可是我就去找那种有正统音腔的老师。菲律宾念高中厉害，那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特色在哪里？我自己最大特色应该就是。胖得很帅吧？啊！而且我觉得木村拓哉可能还会输很多点哦。哦，小助手。哦，小助手，自己做有小助手哎，自己做自版的。你看大家看一下，我的跟木村 PK 哎，我的岁数21岁。然后木村拓哉已经37岁了哦，论年纪，但是我比较年轻啊，真的蛮年轻。嗯，而且我的身高180，他才176，我也比他高，而且我体重还比他重啊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对啊，比较重的赢就对了。对啊，数字比较大的赢啊，绝对。嗯，而且我的三围每一个数字没有一个是比他多，没有一个是比他还要小的哦。嗯，而且这种人还有在看三围就对了。是，而且我的身价已经高了2000多万了。怎么可能？2000多万，才一日元而已。请问这个可以撕下来吗？可不可以撕下来？看一下，可以啊。2000多万越南币，台币大概是5位数啊。哇！然后我的代表作，你看我的一支广告饮料就已经
一炮而红了，然后他还熬了那么多年，大概八年才红。哦，好，没有关系，大家还是就是没有很关心嘛哈。先坐，请入座啦。好，欢迎我们的太郎。好，今天三位包括倪安东、朵拉跟花太郎都来到现场，相信大学生很多问题想要问啊。笑脸，你是要？就我想问倪安东啊，因为他这种就是天堂下来的人，那你除了唱歌之外，一定还会其他的才艺，那你还会什么样的才艺？我其实在玩一些创作的东西，在 YouTube 上。我跟一个朋友在，应该算是练习演戏的，练习主持，练习就是我们有什么想法就会玩。就自己做了一个小单元叫 Crazy Talk， 对对不对？ Crazy Talk， 而且他那个 Eddie 嘛，对 Eddie 对他来说好重要。你知道我们星光大道他不是来 PK 超过五次以上20分嘛？居然有一次就是已经比到蛮后面，他需要一点信心，他就在那个就是录影的就是停机的时候，他就说 Eddie 你在哪里 ？Eddie 这样哎，真的、哦、我找不到他，我看观众哎，我的兄弟呢？不是一对恋人的关系，不是兄弟，没有。其实倪安东，我跟你讲，笑脸，你应该跟他讨论什么？他在 Crazy Talk 里面有讨论 A 片。哦哦哦，对，少年，这位少年是 A 片达人，真的，对，他真的哦，他是，对他收集很多 A 片的，哦，真的，对啊，好酷。你来问他一两个问题，笑脸。我想先问一下，就是那个欧美的，你觉得欧美的女优跟日本的女优有什么不一样？应该是他们的叫声。那个叫英文，一个叫日文吗？那女朋友不是，那欧美他们在做那个动作的时候会比较开放一点，也耶耶啊那种音色。那日本呢？日本会比较感觉有点难过，在做爱的时候，就是会有一个侧脸，然后会想哭。就一样的事情，什么欧美的他好像在享受，但日本的却是受虐的感觉。后来我们聊了很久，然后我们去研究，问一些老师，后来觉得是一种文化上的传统压抑。那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呢？你安东？其实我们就是有一天在吃麦当劳的时候就开始讨论一下，对，哎，为什么有这个差别？对，然后我们就觉得，哎，我们拍下来吧。哦、oh, oh, ，我们来看一段好不好 ？Crazy Talk。Hello， 我是 Crazy Talk， 我叫 Eddie， 我叫东宝宝。OK， 今天要聊 A 片。对，有个地方我觉得蛮奇怪的。美国在做爱的时候要打屁股，是就是一个好玩的东西，女生也喜欢啊。那我也有一个问题，那台湾女生为什么就是做爱的时候要哭，就是感觉非常难过？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